来在这。只要找到杜承恩，咱就有机会把把赵志远人抓起来。我相信伊绝对有法度找到破案的关键。哥，杜承恩真有可能去往救，送去便宜啊！警方等你赶过去。我看到承恩叔叔等了一辆车。OK， 朝圣我就被好牵痕，邓黑爷辛苦兵，请进行皇帝敢至于烦躁，你都不易给，该留悔无干呐。但杜承恩，有所有个看你我，看见警卫该处理掉。朝圣。我哪在这？只要找到杜承恩，咱就有机会把把赵志远人抓起来。我相信伊绝对有法度找到破案的关键。哥，杜承恩真有可能去往救，送去便宜啊！警方等你赶过去。早起迄个恶梦，就咧提醒我，看到神哥就爱酸。就这个女人，她就是勾引我老公的狐狸精，都化成灰我都认得。这个阴气真重，要唔过我煞心拢看无，除非有人去有鬼附身。实在是无法度接受你做我的媳妇，你去甲你妈妈教育一下好不好？叫伊卖逼我答应你的婚书，退心啦，我够气啦！妈妈，经过这段时间我观察这么久，我有些结论。什么结论？你不是金雪莉，你到底想？你一定是找到反制歹徒的方法，那不你别偷偷来找我，你需要我做陪伴你。我想要把你帮助自由的事情说出来，如果以后我真的没在那边去面对他们走。曹胜，我希望杜承恩所说的走改的人无包括你。你现在要死的鸟气还真好惨啊。我看到承恩叔叔等了一辆车。 OK， 曹胜我就被好牵痕，邓黑爷辛苦兵，请进行皇帝敢至于烦躁，你都不易给，该留悔无干呐。但杜承恩有所有个看你我，看这警卫该处理掉。曹胜，这就是你爱我，搁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要做的代志。